1月27日，袁弘、张歆艺现身首都机场。好久没有在机场秀恩爱的他们，这次可是狂撒狗粮啊！型男靓女，看起来好生般配呀、啊。当天，袁弘头戴黑色大檐礼帽，圆框墨镜遮面，上身竖条纹衬衫，内搭花色围巾，外搭黑色大衣，下身灰色阔腿裤搭配黑色短靴，英伦型男造型，帅酷十足。二姐张歆艺则是短发造型，彩超遮面，上身灰色圆领卫衣搭配白色大花大衣，下身阔腿裤搭配小白鞋，再加上白色长围巾，造型感十足。两个人这情侣装穿的很是大家搭配的典范。两个人自出现在机场，袁弘就紧紧地抓住二姐张歆艺的手，有说有笑地往登机口走，甜蜜的样子让在场的众人都狠狠地吃了一把狗粮啊。两个人走着走着到一圆柱跟前，不得不撒开了手绕过圆柱，袁弘又抓紧把张歆艺牵过来。袁弘对张歆艺的这爱是怎么遮都遮不住了，两个人牵着手拉着行李箱往前走，这画面真美好啊。不过对粉丝也很好哦，遇到粉丝要签名也大方地停下来给粉丝签名，怪不得粉丝们都爱你们爱得不行不行的了。